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昨天烧炕那个炉子不太好用，昨晚上我妈给我添炉子，连盖着都没盖，差点给我干煤气中毒了。然后想今天自己做一个炉子，上二叔这来了，二叔找一个废煤气罐子，然后再改一个。二叔这别的不多，应该煤气罐子不少。上，去上。哥哥，我上，回来，回来，好了，哥哥，好了，这儿，别欺负人呢，欺负狗，长不是什么玩意儿，灯，啊，牌子，有煤气罐吗？有啊，破的，这不就叫煤气罐吗？哪儿呢？哎呦，哦，这，我想改个炉子呀。这得怎么改合适啊？不知道，反正看我这拿都拿这玩意儿改，就搁这玩意儿改。嗯，把这嘴儿搁啥拧下来呀？找家伙事呗。嗯。哎，其实这汽油机没少收啊。哎呀，那汽油机我估计好的。咋好的？就是它有压缩，我估计它就能。哎呀，好的谁往下拆呀？那不对。哎，这玩意儿都是汽水机拆下来的，是汽水机拆的。那好的没法拆的，都有毛病，都有毛病。但是可有压缩呀？有压缩吗？压缩呀，它就没油了。有压缩，有压缩有电就应该能着车。那不就压缩有压缩吗？嗯，算是有啥，算压缩。嗯，那这带啥的这？不知道。这是什么好宝贝？这啥呀？咦？电焊机，这玩意儿咋说难用？这个电焊机，这还是个硅整流的电焊机呢。这个硅整流电焊机，老式直流电焊机。这个电焊机收点泵，还收点线，那是那谁的？我忘了，不给干净。其实有点，是他是同胞礼包看了吗？不管出包里包，嗯，估计也，他就里包也不出。你说那个，他有包啥也都出。那个没多少玩意儿。这边有几个线啊，有俩啃红龟。完了，我还有这线。哎，这啃红龟要好的能卖俩钱儿。那不如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这氩氟去保护焊吧，二氧化碳保护焊吧。氩氟焊机。哦。然后看你，我看后面有阀吗？哥哥过来。这算是多少铜吗？我没少给你。是不是铜的？一共多少钱给？铁一块二一斤腰，完多给加一百五。这还一个那个。俩泵。调速电机。啥的？完还得线。那个调速电机。看了试验试啥了？试啥？试环境。试啥？这玩意儿做相信家人满意。别听家人多了不好，家人打打满意，今天都。都愉快，那买一而来，买一而归。啊，那可不难。啊，这都得3万钱拉机器。不是，这都直接给拉这儿来了。拉这儿来，这机器都得3万块钱，都得3万。那可不，2万块钱也差不多。你知咋的吧，二叔？他就是落后了。啊。就是落后了。落后，他也应该能改照，能那啥呀？改啥呀？有啥可改的？没啥可改的。这人这卖东西也不忌讳，也挺好。这俩大轮胎都敢干净。哎，装你的铲车装不上吗？装上了啊，825的吗？嗯，这不正好吗？那好，正好跟你铲车还一样。用不上了，你看你那大架子啊，这嘎撞着了不吗？啊，把那嘎撞坏了。哪撞坏了？你那搁抓来时都好好的，你跟那铲车抓下来的？抓的，你败家。那抓坏了，那不怎么我坐这家你说家，原来时买的时候都好钱儿，真正好钱儿。那大爷，弯铁卖4000。铁就卖4000呢？啊，搁地泵过的。那好。哎呀妈，这大机器，这拆都给拆吧了。偷摸的看看二叔这有啥新货没有？影碟机、音响。哎，这还有个老彩电呢。把这老彩电我提了过去吧。塑料壳的了，塑料壳的就有点没那么老了。你闻啥呢？
哎呀，电磨还这一堆，蒸压机，这蒸压机是新的啊，后换的，旧的，苞米机，比我二叔的专业，这家伙这东西都有。哎，这是这这一个人活，一人活啊，我拿着。来，这是一个人活，这是一个人活，他还用不到大劲儿，但你用不到大劲儿，你没这玩意儿还不懂。像我吧，都搁压块那个上一压上，完了再真整都好整了。像这个，有时谁家没压块，就得搁这玩意儿一地，动一下就下来了。没这玩意儿才不中。你这儿咋？搁这儿画一条线儿切这个液压气罐啊，得先把水灌里头啊。其实最安全的是灌满水，然后放两天，基本上就没事了。导管抽吧。水已经灌满了，然后倒出一点去，倒出点能达到这边，就开始切，切开就完事了。啊，拿不动啊，这老沉了。给你切好了，有水就安全，这回就没问题了。这他妈能玩吗？
就是这样，把这炉子拔掉，把它搁上试试，看怎么样吧。上盖，哎，我觉得是我妈亲生的。昨天晚上这家伙这煤给我添的，满满一炉子煤，而且炉盖都扣不上了。半夜我出来看，炉盖都没扣，就这个炉煤顶上，我赶紧扣上了。现在过了一天晚上了，这扒着炉子里边还着着呢。我先拿水漆灭了外边那堆，现在把这炉子扒了，然后把铁炉子放那。还是不呀？不碍事，整住了。堵上去，完了，你这重新整去吧。现在就把那煤啥的给它再生着了。有点不大好烧，我怀疑这烟囱里边可能有点堵。哎，好使，好使啊！炉子好不好使不知道，绳折里头了，那螺丝杆也掉里头了。不过现在炉子还行了，现在就是表面蒸汽现在在冒烟，但是里边的火还是往里抽的挺快，呼呼往里进。火抽的还挺快，是抽了几条。哎，先用两天试试，不行再改。把这儿简单的收拾收拾，然后准备明天看搞点水泥把这块硬化一下，要不然这个还是不是太干净。把这块抹一下，这个炉子暂时就这样了，还烧着还可以吧。我又买了两袋煤，今天就整了个炉子，别的也没弄上。一会儿去纸壳子还没铺呢，这个底下要铺点纸壳的，把纸壳铺一下。不干，今天就先到这儿吧，不干了，这个有点胃疼了，我得回家吃个药去了。胃疼还不敢喝水，嗓子还渴，回家喝点把胃药喝了，然后再休息一下。天天现在吃胃药呢，不知道为啥还老胃疼。先回家吧，今天就到这儿了啊，然后明天继续。这两天把这收拾收拾之后，然后我漆也该到了，然后把地面也弄了，就开始往里装东西。